两杯里面点色情。叫干嘛？计较哦，当然冇算过啊，不过拢是我算别人，无人敢去人本色啊。你是头一个，真好大胆嘞，你吼。你生啊上水啊，根本就冇生鬼啊，我只有你讲。老公啊，我生得足惨的，我是替我爸妈顶死的，大娘，你也替我生活啦！是谁在外面啊？吓吓他嘛！吓你个头！吓死我了啦！又怎么了？快啊！有人在后面拉门呢！啊！不要，还是不要跟他争好了。数一二三，就放啊！啊！一二三。我耳膜都快破了啊！哦，是连主治啊！哎呦，我差点被你吓死哎！哦，学长啊，你这么晚躲在这边干嘛？等你们啊！哦，你手电筒不能这样拿啦！这
不能怎么拿？不能这样拿！世上根本没有鬼，只是死的人多了，也便有了鬼。